我这一天拿去啊，你给他不够吃的。今天我想五一块钱，五一块钱那就请他给我，直接五块钱，你要是拿我就不是拿干的，拿那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这哪里有奖励？没有奖了，他们家不，他们家七八十块钱。这什么呀？饭。最近去石家庄那个味儿吧。啊。